把兑现的是伽罗，伽罗一般一级很能点的，但是你出不假的话，我觉得该凶还是凶。OK， 逆风开局，冷静，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发育期，现在我的经济是3900，猴子是4900，还是有机会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的队友将会发起投降，但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个。还是有机会，你要翻盘需要有绝对的勇气跟信念。 Defeat